我讲的每一句话的时间，你就要想到什么呀？把我们的烂心烂肺都扔出去，把我们的潜能要干什么？激发出来，让我们自身的潜能要培养出为国为民有用的人才，把我们自己变成有价值的人，而不是变成讨薪的人。按现代名词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把自己培养成含金量高的人呢？你今天是，万足金还是千足金？你今天还是，烂铜、废铁。同样是人啊，可是价值完全不一样。这个就要开发我们的潜能了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是能拥有统一和谐的心灵，幸福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这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这个能量的这种调整啊，非常了不得。我们时常心里要暖暖的，思想要暖暖的，形象要阳光的，行为要端正的，随时随地。我们能帮助对方开启他的阳光面，帮助孩子成就他的阳光面，帮助丈夫、帮助妻子跳出他的阴暗面，完全在阳光正能量的环境中生活，过好我们每一天，快快乐乐的，这样才对。所以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命运财富设计师，而不是把命运财富交给所谓的大师，要交给谁？交给自己。你今天发财不发财，我告诉你，怪你自己。发财也是你自己，倒霉还是你，看你怎么掌握。一个人发不发财，我告诉你，你看他的相就知道。怎么看？你看他笑的时间。笑要像元宝的时间，笑的时间眉毛要动的时间，告诉你这个人是真笑。很多人笑都是皮笑肉不笑，眉毛是不会动的，他笑的时间呀，非常悲悲戚戚。要不然呢，笑的那个假呀，要不然就变成什么呀？笑里藏刀啊！你看见他笑啊，你发圣。哎呀，你就知道他这个负能量已经到了什么程度，要不然就笑比哭还难看，你都不知道他是笑呢还是哭呢。你在他这个微笑中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倒霉还是要发财。就是这样，你没看有些人笑，那跟神经病一样笑的，呀，那难看的就不行。真正的微笑，我们在谁身上可以看到？小孩儿。你看看小孩笑那个甜呀，那个美呀，那个天真啊，我们大人的笑那个伪装啊，复杂呀，哎呀，那简直笑的那个表情啊，那么不自在啊。你在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到了，一个人阳不阳光，阴不阴暗，这就是。我遇到很多人，有时候和他聊天的时间，即使这个人很倒霉，他笑还是那么的自然。他这个倒霉啊，将是成功的开始。一个人笑要是都变了味，我告诉你，即使成功了，也是他倒霉的开始。为什么呀？花开过了就要谢了，一定是要谢的。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的。我们的五官能量来自于我们内五脏的能量。当你的内五脏的负能量值要是强的话，你的外五官的能量负值就会非常强，所表现出来就不和谐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的。要不我讲过很多这类的课，
包括环境学的课呀，实际都已经讲完了，那个最少最少都不下100小时，啊，深的浅的全都讲了。大家喜欢呢，不妨呢深层次的去把它由浅到深去看一看。实际讲的那些方式啊，都是人人可以做到，人人可以招财，人人可以改运，方法特别好，非常简单。你看完了，告诉你，你成大师了。我有很多朋友看完我的那个东西都成大师了，你都不知道，啊，比我还厉害。真的是这样，要不我说，真正的你自己的财运，你自己的人生要交给自己，不是交给寺院里头的佛，也不是交给道观里头的神，更不是交给，想挣你钱的那些大师，而交给我们自己。啊，我的命运我做主啊，我的人生我做主啊。我的幸福我做主啊，这样才对呀，这才是你自己呀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思想就正确了，存心就正确了，行为就正确要不我在命运设计师里面给大家讲过，嫖娼损运，对不起老婆孩子。就是嫖娼怎么损运呢？嫖娼的时间，我们这个损运的原因，最大的原因是亏妻。你对妻子这个能量就亏了。本来阴阳是相生的，阴性能量和阳性能量，一旦相合生万物。你一旦嫖娼以后啊。跟妻子的能量就断了，一旦断掉以后不能相生，就会出现问题。这个时间呢，丈夫啊一定容易倒霉。为什么？负能量值太弱了，经常提前关手机，怕太太看见，心神就不宁了。这个时间你再看那个男的那个眼睛啊都在说谎，非常明显的，你就可以看到。早出晚归，这叫什么呀？我们讲的思想和存心都跑了，行尸走肉的躯壳在这个家庭，心神自然就不宁。这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、一定要明白的，这个道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话啊，更有意思。有位朋友告诉我。说有位阿姨要找我，就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见我以后，他就说了：“啊，秦老师有个阿姨想找你。”我说：“阿姨找我干什么呀？你问问阿姨。”这个朋友就问阿姨呢，说：“你找秦老师有什么事啊？”阿姨说：“她女儿吸毒品。”你想，这实际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啊。很多人在微信里面问我。我有时候呢，有时间呢，还给他回一下。实在不行了，我就写个声明，我说大家不要问我，为什么呀？我有太多了，你来加我的时间，我能通过，我都觉得我已经很尽力了。我给大家讲过，过去过个年，一个人过个节收几百条短信、上千条短信，我想大家都觉得很多了。大家都不知道我过去老号码的时间，过个节呀，数十万条短信。你说我给谁回还是不回？我没有那么大高的境界啊！我光把短信回一遍以后，我算一条1毛钱，那10万条回下来，你想我得多少钱没了？我回不起啊！我最后没办法，我也要对得起大家呀！我就叫朋友写一篇祝大家新年快乐的。这个文章放在博客上面，统一就祝贺了。那真是没办法，为什么呀？我一个人应付大家都应付不过来，那真应付不过来。要不有些人就拿什么，你不慈悲呀，你不善良啊，你没耐心啊，哪怕你攻击一大堆呀，
那我有时候再想想，这秦钟馗不是万能的呀。你像这个阿姨说她女儿吸毒，你女儿吸毒，我又不是戒毒所，是不是？我有时候觉得这个问题找我更有问题。更有人会说呀，我们家孩子生病，我又不是儿童医生，是不是？要不有人说，哎，我把我八字给你，给我还截个图发了他照片，你看我面相，我又不是面相大师，又不是算卦大师。哎呀，把我问的我是无话可说呀，很无奈呀。你不回他，半天给你发一很多，发很多，那都最后都不客气了，那损你半天。你说你是把他删了还是不删？删了他不知道又要造你什么谣，是不是？要不我经常在讲，很无奈啊。我听一个这个学者在讲，一个人应付啊。60个人都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我有时候想想，我一个人应付，那何止60个人？那都不是6万都超过了。光我微信圈里面，就是最少最少，我微信圈啊，要将近10万人呢。你说我给谁回啊？我流量也不够啊，是不是？再加上我也不是万能的，我能讲的给大家都讲完了，可以这么说。再加上我们这个课堂每周五还要回答问题啊，我博客里面留的言最近还让朋友在整理，有代表性的问题，我会定期把博客上面，因为博客这么多年提问人太多了，我实在因为我也不上网啊，尤其电脑博客里面的内容，那都是义工啊，他们发行在做的，我都不知道人家留什么言了。有的纸条都不知道，像刚才我们的杜学长在讲，大家看到的这一张光盘，那后面要70、80位义工在编辑呢，那不是一个小的工作啊！你想那个都要上班，上了班抽空再把这些东西给大家整理出来，那可不是一个小的工作啊！我们在这录制完，再编辑完，一个一个还要校对。当你们拿到光盘的时间，你们认为很轻松，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在无私的奉献啊？那真的可不是小小的一张光盘，那里面包含了多少这个爱心人士的这颗心啊，在里面啊。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让大家看完光盘、听完课、听完视频，你们人生更幸福，而不是跑来问我呢。你要对照。你对照效果更快，哪有捷径啊？有捷径我给我自己先用了，是不是？一定要这样啊！所以他这个阿姨就说了，说他女儿吸毒品，找秦老师帮助他女儿戒毒。我朋友就说了，说秦老师连我吸烟都没办法，哪能帮你女儿戒毒啊？我们想想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我朋友抽烟呢？我都帮他戒不了烟，我怎么帮你女儿戒毒啊？这是实话呀。所以我说我这个朋友有智慧，这回答的太绝妙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回答很绝妙，真的是这样要不我说，千万别把我当成万能的人。我告诉大家，所有的东西，讲的所有的课，我都是在。把独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你给捧出来，不是捧秦钟馗，那是捧你呢。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让你开启你自己的潜能，你是你自己人生幸福的设计师，命运设计师。啊，